打击轮到是第八棒的捕手陈志宏，这一棒把球打死了在右半边方向，右外方向的安打，内身跑者绕过三垒之后抢攻本垒，中程又这个球回传，在本垒攻防，本垒攻防，裁判的判决是 out。结果周思齐呢在回本垒前呢被中程佑这个雷射间的长传呢给阻杀出局，中程佑还有黄浩然的这个配合呢是触杀了周思齐，在死在本垒前。我在八局下半兄弟相对呢是攻下了一分，八局打完之后呢现在是5-4一分领先。